印刷电路板族群三月份的业绩陆续出炉，华通三月份营收30亿元，年成长20%，这是历年同期最好的表现。受到苹果新机热销的益助，第一季营收达到86亿元。设备厂迅德三月份营收2亿元，年成长65%，也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。